子们知道何应难。
他怎知呀急呀啊啊啊一圈秋美情莫笑花似干心我到嘴巴不敢拿鸡呀不问这大姐玉女，人生命不熟，有什么利益呀？又倒是世纪花骨头爷，人将你以为妻呢。哦，好在一个人将你以为妻呢，我这里要你鲜花。去你了！请问家父，你家住哪里？是什么学呀？我在这三年中看瞧，谁个不知，哪一个不晓？你这么样的打扮，你家住哪里？姓什么名谁啊？家父，要问我的名是吗？到底在哪里了？家父，你请听啊！明星啊告诉我、啊
却分娘啊啊姐呀，回到那个门，大姐们来。
了。哎呀，那就好了。哎，慢点。你怎么也慢些呢？不过你还要再次等我一下。等什么呢？等我回去问过我的母亲呢。还要等你回去问你的母亲呢？是啊。你母亲要是肯呢？就在这里呢。就在这里。哎，要是不肯呢？哎，那就花。哎，说不花了。一来给你，一来给你。一来给我，男子一言一曲。好比丁丁。丁丁什么啊？豆腐。好比丁丁皮。哦，回来的，回来的。一定来的。哎，我回来的。一定来的。一定来的。我再进来。看刘海公，他缓缓的离去，像是不费劲来了。那一定是的，刘海公，你不要走，我这里在你。是乖，为什么来得这样快呀、啊？你想想，到大人来，我总是要让你追呀。追呀，你追来干什么？追来挣亲事。你真来古怪了。怎么古怪了？为什么不嫁给了富豪人家去，偏要嫁给我这个看桥人？算不算古怪呀、啊？我不爱嫁了富豪人家嘞，这也是我古怪呢。可怜的我穷。得很啦！我就是希望你这个有勤劳有勇敢的汉子嘞。真的？那个嘛是假话。好，不管你真的也好，假的也妙，依我三句。依你三句呢？是啊。请问你第一句。
第一，你嫁给我不能够家寒家寒，可以吃饭要人人同舟共苦，才有欢喜。哦，我也是嫁给你，要大家都死才有欢喜吗？是啊，一定我一个娘，二弟呢？不有一个母亲，年纪老了，眼睛瞧不见，早晚你要伺奉茶汤。我们做媳妇的伺候伯伯，那是大人之礼呀。大人之礼，大人之礼。哦，二弟我一个娘，这第三弟呢？我本来是一个看桥人。家庭倘有缺衣少儿，不要买三件事哦。哎，那我不得买三件事了。不得买三件事，我都一分了。哦，都一分了啊。都一分了。哎，那就好。哎呀，我有媒证也是万年了。是不有媒证啊？哦。哎，刘太公，啊、你来看，这一万六十为媒。哦，那六十。围得没呀、啊？围得没？这三可以作证吗？作得证啊！那就好。好，好，好，好啊！哪里去啊？回家去嘞。回家？喂，我要换驴老师来接你。哎，母亲最近也没得做什么了，身体不行啊。不行。哦，那就好了。爸爸。哎。连海过啊。哎。你这里上班的时候啊，有人等着没有呢？来的时候啊。嗯。哎呀，孤孤单单，一根清单。现在快快乐乐正在正旋呢。刘太公啊、哎、我们两人结着一对夫妻，哎，你看相配吗？天生一对，不过是天生一对啊。哎，刘太公哎，那我家里好有一笔呀、啊、好笔，我来呀。那你笔我决定呀、啊。
呀，你把我当做个什么人吗？就比不上了，你不还要我吗？大姐，你是我的妻呢。娘还不忘你是我的夫啊。大姐，你陪着我来走呢。我的妻呢？看我的崽儿的狗呢？我的妻你随着我来行呢？